如果你还不知道16家游戏的含金量，那么绝区零将会给你答案。不单单是史莱姆那么简单，绝区零一旦公测，我宣布这才是真正的黑暗降临。就在昨天，绝区零官方放出动态以及一支 Gamescom 2023特别参展视频，这个动态又是一贯的玩梗风格，你就直接说你要二测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又是告诉你省网将于近期进行维护升级，还请以实际能够进入省网的时间为准。这里的省网其实就是在指绝区零。后面又说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，并且提升稳定性，顺带修复一些问题。所以大家懂的，二测很快就要来了。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参展视频，相比一测多了很多新鲜的玩意儿，开放了新的街区场景。毕竟上次的可移动范围可真是太小了，都不够我转的，搞不好这次好像都能坐地铁了。角色也开启了全新的交互，这对话 UI 也太炫酷了吧，难不成还开放了传说任务？援引发作了，兄弟们，抬头看看天，甚至好像还加入了天气系统。上次我没记错的话，只有昼夜变化。紧接着绝区零一改动作游戏容易长草的问题，他还把银狼的游戏给带到了绝区零里，他真的我哭死。我们似乎可以在游戏里体验各种各样的小游戏，禁止套娃好吗？太香了，妈妈，我要在游戏里玩游戏机，看着还挺有趣的。这下不单单再是普通的动作手游了，甚至还能休闲了。最核心的战斗也增加了三个全新的机制，招架支援啥意思呢？能弹刀了，兄弟们，还有回避支援和突击支援，这让战斗机制本就很丰富的绝区零在玩法上又更上了一层楼，狠狠的期待住了。崩三后继有人了，大伟哥人还真是怪好呢，一边喊着今天的崩坏三是无敌的，合着一扭头第二天就用绝区零干掉了崩坏三是吧？崩三无敌一日填卡吗？二次元动作手游将会成为绝区零的天下。不多巴巴了，兄弟们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二测开机，赶紧关注收藏一波，我已经动用超能力内定测试资格了，到时候呢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安排全方位的评测以及深度试玩详解，如果条件允许我们直播间见，好吧，关注赶紧点起来，干了个拜。